头发烫卷了很蓬很炸怎么办？一，通过保湿类造型品，可以让毛躁的发型变得光泽有弹性，因为保湿类的造型品具有增加湿润度的效果，同时会在头发表面包裹一层营养类的胶物质，降低毛躁蓬松感，从视觉上改变头发的干枯状，达到美化发型的目的。保湿类的产品有很多种，常见的有摩丝、泡沫发蜡、啫喱膏、弹力素等。二，烫发后头发蓬松毛躁，可以采用发膜焗油护理的方法，增加头发的水分与蛋白质，也能降低蓬松度和毛躁感，让头发变得柔软一些。三，日常洗发后给受损蓬松的毛躁的头发涂抹少许的护发精油，补充头发的养分，防止水分蒸发，愈合开叉的发尾和毛鳞片，同时还能增加头发的光泽度。